实践大学陆生联谊会创立于2015年，隶属于国际事务处两岸交流组，由东北师范大学蓝天博士担任顾问。没有艾滋病啊什么这些的，然后就可以捐，那么一次是250cc。成立以来，主力于陆生学习辅导与生活关怀，目前已承办包括学习生接机、迎新宿营、陆生音乐会、北部地区陆生联谊舞会、送旧晚会等多项大型活动。陆联会依托实践大学设计领域优势，与本校多名设计学院杰出陆生所组成的团队实诚 Lab 合作，打造文创墙绘。实践大学陆联会将携手本校陆生，共同建立一个具自主性、协作性、专员性的特色团体。